超可爱的吉伊卡哇带上机长帽和兔兔小巴猫一起搭乘飞机，华航联名最近夯到不行的吉伊卡哇机上独家甜点、饮料到冰淇淋，全都有他们超 Q 的身影。九月初才上线，已经吸引各国旅客都来搭飞机。从一年前就开始规划，为期一年的时间，在全航线、全舱等非常多的社群，来自香港、来自其他国家的吉伊卡哇的粉丝也都在宣传华航机上的这个品项，那相信他们也会因为这样子而搭乘华航来到台湾，就是要带动订位率。继先前的韩国快乐袋鼠，华航再度跟时下最新的 IP 联名，其他的国际航空也不能输，长荣推出全新 Hello Kitty 彩绘机，机上备品儿童餐全都粉嫩粉嫩，少女心爆棚。而新宇则是继续主打 Snoopy， 从餐点包装到卫生纸迎宾画面，这只黑白狗都没缺席。不过除了一直可爱下去，想获得旅客青睐，菜单图案都得不断更新。所以我们下半年的产品就会有新的包装，还有新的内容，然后加上我们可爱很萌的吉伊卡哇，呈现给我们所有的旅客。第一波才上线，华航已经预告明年还会有新品跟隐藏甜点要公布。不过吉伊卡哇真的太夯，网络上已经有旅客把机上没吃完的甜点带下来卖，一个就开价70到100块，还是有市场。华航也透露之后会设计专属礼盒，绝不放过任何商机。民视新闻台谭俊豪台北报道。